因为我那边放了盐，A 一下先没兵吧，A 一下先没兵来打人呢，人呢？龟电刑吗？这么温柔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亚莎西呢？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我看我扫一下。我的肤色确实很苍白。这个比你都敢碰，后李信。你一不要一我的样子，你想干嘛？请让鲜血。要嗑药了，我的线有点少，嗑药好点。这不能让他 Q 了。这一不想学两只 Q 了。守护之夜，多美！打个闪吧。Fuck！ 我也想打职业，我再年轻两岁我就去打职业了。主要是我起不太晚了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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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起不太晚了。谁刚开始打游戏不是为了去打职业的呢？我当时也想着去打职业了。等我深造完，我已经二十多岁了，21了。这还怎么打职业呢？如果等我深造完的时候，我才18岁，我也可以去打职业。只能说，上高中耽误了，上高中耽误我打职业了。说实话，现在21、22，那战队都不收的。来那么一点多鲜血。谁打职业之前不是绝活哥啊？你告诉我，谁打职业之前不是绝活哥？都英雄池都是打职业之后练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建立一中确实害人，你怎么知道建立一中的呀？我靠！你是谁呀？我看你怎么会知道建立一中的呀？建立一中百年老校，除了个老字，也没有其他的东西了。百年老校就一个老字了。除了老以外，没有什么其他的屌用。建立一中，你让我很不爽。你想干嘛？我的杯子已经空了一半。这波不该给他狙你的，有点亏了。
一次重大的抉择。这你都敢踩，兄弟！我喜欢有心脏的勇士，并且绝对不会让他们过轻。建立一宗确实出了个百年，建立一宗出了个百年老校的招牌，其实真的没啥了。赶紧拆了吧，我的建议是，百年老校真的有点滑稽的。收获之月，多美妙的名字啊！愿意送我点血吗？一次水系练习，闪雨比一中好，我也觉得。一中真不行。有些东西正在流出来。一群迂腐的不能再迂腐的一群老年教师。破烂到快要生蛆的学校设备。可可的静脉。说来说去，说实话，建立一中还是只有那四个字，百年老校。我这不得毙了呀，正在慢慢低落。他怎么两个头啊，还有一个入弓，给他爽死了。他的回声被打断了，可以给他几个头机会了。让我们合伙吧。
你猜我会不会放你走？然后暑假露露又来了吗？但是你们两个，那我没办法了。我的杯子已经空了一半。并且绝对不会让他们对我欺负。先宝哥来，我们拆个中塔吧，不然他会被开，他很容易死的。这样子拆个中塔还行。一中的老师感觉一点责任感都没有啊，很垃圾，一点责任感都没有，我就感觉成学生自己在学，老师都有点垃圾。那个高校歌坛跟只纯纯的那一天，这个一中老师爽完了，这老师都不用讲了，这一中老师真爽完了，全是学生在讲，我感觉学生老师会的还没学生多。我不打游戏的话，我会干嘛？让我们不知道。一次重大的抉择，
你让我很不爽。守护之夜，多美妙的名字啊！不打游戏肯定散学啊，能干嘛？嗯，我的肤色确实很苍白。请让心性独穿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It's a 水系练习。血块变厚，哎，这可以打个大招呢。把你大招交了吧。我没让你把大招交了，奥拉夫，你这是个笨猪。血液正在慢慢滴落。这寡妇怎么直接买了个杀人术啊？好极了。Enemy killing spree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n inhibitor. Any time of you, like I need to see you.我的肤色确实很苍白。
血都流出来吧。我操，这么果断吗？到了副野是真的有点笨，这下路水晶都破了，继续上路弹呀，这么笨呢、啊？血块变厚对，直接闪现开了，不闪现开的话打不过。现在闪现开人了，先开露露。让我们合作。